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立农。第一次网上冲浪是几岁？冲浪。第一次上网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国小吧。真香事件不知道你清不清楚？不清楚。OK。分享一下小时候的真香事件。太多了，我想一下。比方说，好像没有哎，就忘记，会忘记，对。太多了。作为补偿，请欣赏陈立农清唱时刻。然后，哎，录完爱车拍一张照片就好了。寂寞放任了。这个的话你有可放放